危险的海风夹杂着白色的海浪，总能带来清爽的气息。今天艾米就带来了这样的款式哦，先准备好这些工具。先用北欧角一胶的乳白色完成打底，照灯，重复上色。照灯，用平头光疗笔蘸取蓝色彩绘胶，刷上甲面2/3的位置，然后将笔清洗干净，再用笔取底胶由上往下刷开。注意每刷一次都要将笔擦洗干净哦，暂时不照干。继续用底胶将色块刷开，使颜色过渡自然。照灯，再次用平头光疗笔蘸取蓝色彩绘胶，刷上甲面2/3的位置，用底胶将颜色刷开。照灯，接着用偶觉彩绘胶深蓝色刷至1/3处，用底胶把颜色刷开。照灯，重复上个步骤。照灯，刷上加固胶，粘上贝壳片，照灯，再刷上一层加固胶，照灯，擦去浮胶，用海绵搓条进行抛磨，使用沾有清洁液的棉片擦去灰尘，刷上一层加固胶。粘上饰品，照灯，用小笔蘸取少量白色勾勒甲面边缘，照灯，刷上加固胶，照灯，最后刷上封层照干就可以了。夏日就快到了，可以准备这样的款式应季哦。喜欢这个款式的亲们可以快快学起来啦，我们下期见。